每次来这里，看见眼前不认识的人走来走去，是我最平静的时候。给我一个拥抱，你就永远不会老。趁你我还听得懂对彼此开的玩笑，所有表达爱的举动都应该趁早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味道别而流的眼泪也怕人知道。我父亲总以为我到了北京就算扎了根了，其实很难。这世界有心人的美丽，模糊的怀疑，我做出的那一个选择。他父亲想要他多一些时间相处。爷爷总是站着爸爸说话，但是爸爸太忙了。亲爱的人答应我，别让我担心，怎么都会有遗憾。亲爱的人答应我，别让我担心。我以前是个编剧。那你现在就是写陶瓷的？那里可以容纳所有的情绪，再强烈的东西都能被稀释掉。给我一个拥抱，你就永远不会老。趁你我还听得懂对彼此开的玩笑。放呀，吓我一跳。所有表达爱的举动都应该趁早，味道别而流的眼泪别怕人知道。你还会继续写吗？文善，你那个服务能预约吗？这世界有吵闹的属于安静的分离，我祝愿所有敷衍和诡辩都哑口无言。日子过得再糟糕，再不顺心也好，只要我还吸着的都是暂时的，只要我还呼吸着就都是暂时的。